那好，白爷爷，那接下来我就把舞台交给你了。接下来是白爷爷的告白时间。春宝，我们接。哦，我看看，我看看，来，给照一张。没见过这样。没见过，真没见过。你看，50年了啊。白刚健，男，24岁。刘春波，女，18岁，自愿结婚，经审查，合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》关于结婚之规定，发给此证。1959年9月3日。爷爷，我来了。来，小心小心，慢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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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慢着。哎呦，谢谢你，摸。我这个从来就没给你送过什么礼品，今天我要浪漫一次，我们要从金婚走向钻石婚，可能要更长。来，谢谢你，这一份礼物。已经骗我，你还有4方钱呢。这以后我可得注意起来了。这不是还为了你啊，送花送项链，怎么样，刘奶奶还满意吗？今天是不是觉得这几十年来的委屈都补回来了？他对不起我。哦，对。那今天呢？今天他做的这一些你都满意吗？头一次。